人气 YouTuber 陈宇谦是反骨男孩的成员之一，他于去年和男友登记结婚，并于今年2月初诞下女儿，取名为妍娜。日前他在个人 YouTube 频道公开了自己的生产过程，他表示剖腹产的日期比预计的提早了两天，因为自己突然宫缩了，当时还以为是想上大号，差点在洗手间把小孩生出来。由于日子提前，两人心情都很慌乱，到诊所后不到一小时就开了四指，因此马上就进了手术室。老公因为太紧张忘记拍影片，手也一直在抖。宇谦透露老公进产房陪产需要额外付2000，兼几代也需要付500。至于有没有想生第二胎，他则表示顺其自然，因为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。他也表示自己孕期胖了10公斤，喂奶也是采取自然模式，有就喂，没有就喝配方奶。网友们也纷纷留言为他加油打气，希望他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